同学们早上好，我是来自中国深圳的文俊辉，然后高中的时候跟陈哲远认识。你俩是什么同学？他是高中同学吗？我们都是深圳的，对，所以不是同学，是那个我的发小是哦，反正有认识，共同认识。对对对，共同朋友。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转学和大家认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欢迎来到。我热情的像本校生一样。我热情。怎么你俩老乡见老乡，你俩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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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啥？